太长你好，你好。我女儿是2012年出世，属龙的。哎呦，他到现在不会讲话。我知道，我刚刚要讲，这小孩子得了先天性的一种疾病，听得懂吗？但是虽然不会讲话，他会叫，他有声音的，明白吗？是。他的脑子还半边能用，半边不能用。嗯。听得懂吗？是。他主要是大脑脑髓有问题的，明白吗？我不敢给他治啊，我一直怕治过头，因为很多小孩子我一用劲的话，他吃不消的。啊，我现在你看他活得不得了，我待会马上叫他老实的。他主要是没有眼神交流，就是他已经3岁了嘛。哎呀，脑子呀，就是脑子啊，神经呀，哦，完全紊乱了，看不出来啊。好了，身上有两个，一个是领过他的一个老人过世的，听得懂吗？还有一个是你掉过的孩子。你没掉过？不是没掉过，因为我其实我要这个孩子要得很辛苦，所以过程中其实他是人工受孕的。好嘞，这还不懂啊？你知道人工受孕要死掉多少个胚胎啊？哦，那些胚胎全部是已经活的灵性啊。哦，听得懂了吗？知道了。人工胚胎了，这个孩子身上都是啊，哦，一个小孩子啊，还有一个老人家，一个老太太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耶耶耶！喂！哎，啊，马教授，你用不着你弄他的。喂，看着我，啊，过来，头回过来。喂，喂，过来过来，头看着，喂，嗯。嗯，哎，过来，等等啊，等等啊，好，头回过来，看我，喂，呀，哎，好，这是好，金钟罩，好，好，讲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，观世音菩萨。鼓掌了，看见吗？合掌。看台长。喂。喂。老实了吧？老实了吧？老实了吧？好了，你回去好好把它念。停掉！看见吗？好了，你给他念860张小房子，好吧？放生10000条鱼。然后给他每天念5遍礼佛，晚上每天10点钟给他念7遍大悲咒，早上8点钟给他叫魂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女儿某某某魂魄归生，连续叫1个月，就会老实很多了。听得懂吗？知道了。我不能再弄他了，再弄他他不能动了，看见了吗？谢谢卢台长。看见了吗？老实了吧？感谢卢台长。谢谢。好了好了，下去要很长一段时间老实的。菩萨在心中，他叫我善待众生，做人要不贪不厌。
山是